我们现在欢迎立法院长王金平王院长，我们多给他一点加油的掌声好不好？哇，我们看到王院长受到这么多群众的包围，就知道他的人气有多旺。叫我第一名就是伊啦，你讲对不对啊？金钟兄，金钟兄是我的老兄弟，啊吼，伊来接这个彰化公共会会长啊，咱大家拢心中感受着讲吼，能够顺境得人就是安尼啦，啊，上正班的，啊，伊来领导咱的吼彰化的公共会啊，那这个会大家愈团结，啊，这个吼同乡呢，大家拢会互相愈互相照顾。啊，有甚物代志呢？一定有小帮忙的。那、啊、有甚物更加重要代志啊？找咱吼，这个金钟兄的也是 OK。所以将来这个会一定愈发展。啊，今日呢吼，诶，人讲，阮介云集啦，包括副总统也来，现任的咱的吼特别官院长也来，啊呢吼，老市长吼，咱的台北市的市长也来，啊呢，在场。我们这么多，包括老馆长吼，老馆长，这个吴杰生先生，他的父亲也来，按千金呢，这么是阮立法院的委员啊，名字黄文良啊，哈哈。另外吼，也搁老弟家啦，哦，这一家吼，派三个上重量级的伫家吼，这表示讲非常信任，啊，对金钟兄吼，非常的支持吼。那么另外呢，阮阿昌伯吼。这是全国这个东会理事长，吼、哦，伊嘛是我的老同事啦，吼、哦，这个萧敬腾先生吼，所以这拢都是咱彰化最杰出的这个这个吼人才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出来吼在场非常多，咱安静了嘛是，安静了，明年这吼要办小巨蛋，要办一个吼，差不多几百个国家，百几个啦，吼。因为全世界两百公里的国家，那百几个国家要来这吼参加伊所举办的跆拳道啊比赛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内容中咱彰化上杰出的企业家，也是领着咱全国跆拳道上个成功的一个历史顶吼。